大嫂有在里面啊。嗯，里面大概到底老板娘有多少人啊？我目前就知道正常是应该是他们夫妻俩啊，现在就可能儿子在里面照顾妈妈。对啊，所以他们是有儿子有女朋友，哎，他女朋友没有在里面，我不确定。哦，然后还有他妈妈，那你大哥送一这样子，然后大概四个人。妈妈是行动不便，对，行动不便。你可以自己再讲一次吗？就是说，里面总共受困呢是你的有哪些人士？因为我，嗯，主要就我就老板娘在里面嘛，嗯，跟老板就刚送医院那个是我哥哥跟我大嫂，啊，他们儿子有没有在里面？我觉得应该有，因为车在外面。他，啊，是接到通知才知道是不是？对啊，要问那个保全他们先接到的。它里面的货有很多，我现在都还不知道状况。对啊，1000万的贵的，对啊，就而且都是纸，所以一烧就全部都烧起来。是你接到电话才知道要过来，还是？对啊。是从木材行烧过来的，是不是？后面贵的。他们是整个工厂大火，然后烧过来，然后我们后面再一路烧过来。就那家做木材的。再找个半个小时的话，应该可以，因为他是刚最后5分钟才烧到前面来的。啊，里面你们的都是纸尿裤是不是？全部都是啊。哦，大概多少货？上千万有。上千万了。几千万有。啊，现在里面有烧过来吗？还是烟？还是？就烧到门口啦。就从最后面烧过来啦，啊，这里有300多坪，烧到最前面应该中间都烧了。那血迹很重，现在你看起来是这样，1000万应该千万有了哈。对啊，已经这个应该算是这一户已经全面燃烧，还有后面的纸尿布工厂也燃烧，还有冷冻仓库也有被受烧。燃烧，那所以总共是烧了三个工厂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现在目前都在全力抢救，火势已经控制，那大概都不会再延烧。那后续我们起火的原因，我们再由我们火调来调查，看真正的起火原因到底是什么。目前的伤亡状况如何？目前已知有一个人受伤，70岁的民众救出。那据他讲。现场还有他的老婆，还有2个儿子在里面。那目前我还在抢救中。啊，今天抢救的困难度在哪里？因为他这一家是属于仓库，然后是属于家具类的沙发家具类的仓库，所以它里面的起火量、火载量会比较多。那后面的是纸尿布的仓库，所以它相对的起火量都是很多。有受到这个今天控制的影响，应该是有一些，但所以他很快第一时间，他就是后面那一间纸尿布工厂也都燃烧了。这个伤面积多大？目前这个我还没有估，等一下财损跟那个我后续再跟我中心回报，等我是控制差不多，我再来估面积跟财损。那现在是不是改用泡沫灭火？哎，前面这间因为它比较多可能沙发类的，所以我们用泡沫在灭火。我第一时间把火势全部压制，用我这次用泡沫来做灭火。那同步是不是有我们在做人命搜索？有，现在都在做。嘿，谢谢大队长，谢谢大队长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。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